来跟你说，我们做人必须要明辨是非对错，造成彼此迷而命丧黄泉。有时我都怀疑，我究竟是我做错了，因此我也自责不已。一字一句念着写给宝贝儿子追思文，心碎的爸爸数度哽咽。上个月25号，新北一所国中，一名男同学为了替干妹妹出气，持刀刺伤少年，被害少年送医不治。这是少年在学期间最后一幅画，老师同学眼中少年品学兼优，乐于助人。他放弃念资优班，为的就是陪伴姐姐，坚持念同所学校。爸爸会坚强地走下去，好好照顾妈妈和姐姐，你不用挂心。希望来世我们还能再续今世短暂的父子之情。要儿子放心，一定会透过司法讨回公道。少年的父亲也写了封公开信，杀人偿命，速审重判，希望凶手教唆者接受制裁。但法律不应该因为年龄导致司法成为一座失衡的天平。不想的少年，那么在回归学校前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渡，辅导管理办法的注意事项，在新的学期前就会来公布。少年短暂人生，校方告别式上给予毕业证书以及一套少年梦想的高中制服，师生亲友冷风细雨中泪眼送别。三轩都有陈少子啊，新闻小组新北报道。